要喝水质变啊。阿 K 我在，阿 K 有啊，你听我啊，啊你有，好死就行。这个高度。这个框有超过这边，你去看看这里。来，去看一下。谁到底玩那个几分钟？那个。
可以盖过这个门吗？不要。这个门也是的，只是这样子。你要讲比我来讲是可以的，可以啊。也不是讲很随便的，嗯，也不是讲很随便，那也可以的。看到是，要开锅什么？其实是整个理想就是边哦，边上要修啊，应该是不用的嘛。边就可能粘了，其实我是两个这边的。明白的。就是如果你要配合整张很多，你这边又不可以，那边又不可以哦。OK 啊，嗯，等那边要梳一下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这个是给的话没有问题，嗯，这个是洗的，啊，不是洗，要给它摩擦哦。其实我是不用这个，其实不用这种的。要用什么呢？啊，专门挂水的。我是懒惰，然后我那东西不见了就不用了，啊，就这样子的。它主要的原理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从上刮到下，刮掉原本的水分，它就开始会干。你再看，你在外面看一下到底有没有歪。这个 有点高过头，不过不是重点啊，嗯，不是，没有什么意思说，它是整天看起来好像，这样子高一点点啊，一点点高，高一点，不是讲高很多，因为让我们家那么大进去。再试再移一下，然后就是这个角度是这样子的。可以，这个好像，嗯，主要这个，这个比较歪一点。对。如果那个瓶子歪，那就奇怪。这样子。啊，OK。你看什么啊？这个空气跟水的。好，看看。水是一个，然后那个其实真正比较特别的是这，你要会这，这个能值400多块，也就算400多块。我点到你了，那你两个是400多块，就是我帮您您要500多块，请问一下你啊，如果这个纸没有坏。买开两个手，一个手吧。就是装几天，一两个小时啊。两个小时可以连买。
算顺利啦，现在应该是一个小时半而已。公司价钱是多少？银子的一倍。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，银子是这样贵的，所以我们要算的本钱是银子四百钱的工钱多少四百。如果年错了，我应我说工钱啊，就是那只银子坏了啊，我要去应工啊。我年错了，我不可以讲，我随便啦。我明白，就是跟公司拿，要一定要粘到那个车啊。就是你做工或者我做你，假设这个事情要粘的，以后粘不粘啊？你的工人要啊？我意思是你这样穿的吗？这个粘子多少钱？粘错两家，他是粘错了，粘花了，粘子。那个话是粘花了的。好像打完，好像在手边打烂完。啊，还给你去送货，然后我不小心打了，然后赔一样。啊，所以你要算高嘛，你的话，如果我算百三年坏掉，一年子的钱不多啊，损失多少？我帮你说一下，损失是你算不下去，可以逃了，有来回的啊，很多。所以你这个钱 OK， 一个是。你帮我卖也帮你自己卖，然后你又看到这个，如果你真的可以，我又跟你讲啊，我说嘛，跟你讲，我又保你的脚呢。你会觉得哦，这样哦，我帮你。你现在可能买便宜的棉质啊，买多数两年，年久了，你会两年两年八年两年八嘛？你就开机就点那个棉质店老板讲，哦，老板以后有人看棉质，我劝你。然后算我。买这个纸回来，100块，不用100块啦，你买过送的。我主要是要跟你讲整一年，我是打个比方跟你讲整一年。这种就是人家会一年了的话，这个价钱就是人家手艺呀、啊，啊，这个是算手艺啊，不赞成这种工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是自己的生意，不要讲啊。啊，两个钟四百块拍展，有吗？你们看有吗？你看我那年啊。这样子你去问人家，你不是然后你问别人，你再讲我啊在骗你，你年子多少钱？哦，年子是四百，年子是四百，四百四百。等下我现在会年，我现在会年了吗？快点会年子，不会讲了，快点会查到会不完了，你要 OK， 你要会聊天，你才有本事讲价钱，你什么都不会的。不是我连其他车就这样连了，就是人家给你要价钱，然后帮人家连，那个十块二十块比较贵，什么本钱？我们这个人，我们 NBA 人都快。我现在讲的这个概念，是当做好像你帮我帮你，我教你讲，跟你分享 ，OK。我是讲赚钱，学到一辈子的，不是给了一个人什么讲两块两块，老师讲，如果完全是教你，原来老师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前提的，就是以教你卖羊奶啦，懂你所在啦。如果教你卖羊奶的里面的精华，跟好像我叫你年子，你就看到啊，你可以跟我叫年拉哈年变一年，好像那天你愿意去哦，你看到哇，那个价值啊，我在你这边一个钟，等于人家十个钟的。这样子一块吗？用这边一百个砖才等于我这个钟，做了一港板呢。你看，你们还买谁？你们做？蓝皮鞋吗？肯定系蓝皮鞋嘅，等下等一点咯，比较不了解我。我是没有保留资料的，反正这种我带不走的。我敢教你是我的本事。你说来。说。上午在哪里？泰国年纪一起的。变成不没有联系了。只是我要的只是暂时不要给他。他干了的话，你大不大的？你看他这个。
了几个年来，我花掉水了吗？从我现在一直在挂水啊，因为我有放过啊，我放水就故意挂花啊，因为我在上面挂。你是把我看到他的泡泡，家里这么难啊，摸是一个点哦，哦，没有泡，没有泡，空气很干呀。别给他勇气。对对对，你看到美吗？没有，在那个什么边都是这样的。重点就是这个东西。最难黏我的，我懂的东西啊，一个会有灰尘，灰尘。我这是空气，反正要灰尘，灰尘黏不到了。这么好，放水，放水，我看一下水。放一边。嗯，放一边，放旁边。要比太阳晒了嘛？在里面。不是啊，楼上很晒，我穿衣服都起。看好了，隔壁，你进去里面开门，你车返回来就行了。下雨呢？对喽。挺好。等下去。开隔壁啊。啊。给他空气，空气。不是不是，你要怎么？